9月14日晚上，黄磊妻子孙俪在微博罕见晒出了大女儿多多和弟弟的合影，并配文陪着姐姐烤披萨。照片中，多多穿着黑色 T 恤，搭配背带裤，打扮休闲，长发披肩，气质温婉。弟弟则穿着绿色的印花上衣，后脑勺软萌可爱。多多怀抱着弟弟，姐姐范儿十足，同时用右手指着烤箱里的披萨，两人亲密依偎，认真的背影十分有爱。此外，孙俪同时还晒出了披萨成品，色泽十分诱人，看起来很有食欲。网友们也纷纷赞不绝口，大赞两个孩子心灵手巧，完美继承了老爸黄磊在美食方面的天赋。与多多和多妹不同，孙俪与黄磊对三胎儿子看护有加，自孩子出生以来，夫妻俩非常注意隐私保护，在社交平台或是公众场合都很少曝光。这次孙俪罕见晒娃，也算是满足了不少瓜友们的期待。